上礼拜才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课的基本内容啊，讲过所有的固态电子元件啊，要制作在晶圆身上啊，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先介绍晶圆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而我们上面也介绍过说，基本上晶圆代工厂本身没有在做晶圆，晶圆都是像制作晶圆公司买来进到工厂之后才开始制备，所以晶圆本身不是晶圆代工厂在做的啊，有额外制造晶圆的厂商啊。那基本上呢，我们目前晶圆绝大部分都使用的是单晶系晶圆，单晶系晶圆，因为材料的本身，你根据里面原子排序的程度，可以分为有非晶结构、多晶系结构跟单晶系结构，它们的差别在于说原子的排序的规律，它们的顺序。如果今天你的这个晶体，应该说你这个固体本身里面的原子排序杂乱无章的话，称之为非晶结构。那如果原子排序的非常好的话，排得非常整齐的，我们称之为单晶结构。那介于单晶跟非晶之间的就是复晶或是多晶系结构，是什么呢？是局部排列的好，局部排列的好，局部排列的好。但是局部跟局部的晶粒之间呢？每一个局部的单晶称之为一个晶粒，每一个局部的单晶称之为一个晶粒。晶粒跟晶粒之间呢，会有所谓的晶粒边界产生，而晶粒边界本身都是缺陷，就代表它中间呢没有排得很好，那这种就称之为多晶结构，polycrystalline， 会有不同的晶粒，然后晶粒跟晶粒之间有晶粒边界，而原子排序的越乱，它的电特性就越不好。所以电特性要好，基本上就要排得很整齐，排得越乱的电的特性就越差，载子在不同的晶态里面移动就越不好。所以非晶系结构载子的迁移率或它载子的移动能力就要差，单晶系电子在里面传输的特性就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希望固态电源件是制作在单晶系上面，这样的话它的载子迁移率或者是说载子的电流才会比较多。那为什么使用矽呢？首先矽的含量很丰富，而在半导体制程当中使用矽有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元素多只代表它便宜，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使用热氧化的过程呢成长出一层绝缘特性非常好的绝缘材料二氧化锡，得天独厚，含量又多又便宜，而且又可以生成非常好的绝缘薄膜二氧化锡，这是它一个很大的优点。很多其他半导体它氧化出来的氧化物基本上绝缘特性不太好，比如说同样是四族元素的 germanium 锗的氧化物氧化锗，第一个导电特性很差，band gap 很小，第二个很不稳定，会溶解在水里面，氧化锗甚至会溶解在水里面，而二氧化锡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材料，热稳定性非常的好。所以四族元素被用来制造成半导体材料，而我们上班介绍过最早固态电子元件一开始用半导体做出来是germanium的 BJT 元件，但是相较于锗呢，矽比它更好。首先锗的含量比矽来的少，所以锗比较贵，再来 silicon 的 band gap 能系比germanium大，band gap 比较大，所以它可以承受比较高的操作温度跟掺杂范围，这跟材料特性有关。要掺杂 silicon 跟掺杂 germanium 比较起来的话， silicon 比较容易掺杂，而且它的固态溶解度比较高，
germanium 的掺杂比较困难，这也是现在如果使用 germanium 制造纯整的电晶体，它注意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它很不容易制造出 n MOSFET， 它比较容易制造出 p MOSFET， 因为掺杂它 n 型掺杂比较不好掺杂啊。然后因为 big gap silicon 是 silicon big gap 是一二电子的。germanium 大概只有它的一半，0.66左右啊，0.66电子伏特啊。然后 silicon 的崩溃电场比较高，然后呢，再来就是深层的氧化物呢，二氧化锡又可以长得比较厚，而且又可以当作掺杂的阻挡层。后续我会再介绍到，掺杂物在绝缘层里面比较不好扩散，在半导体内比较容易扩散，所以通常会使用绝缘层二氧化锡来当作。我在做选择性掺杂的时候，不想被掺杂的地方，就希望上面有二氧化锡来阻止掺杂物进去啊。所以，绝大部分掺杂物在二氧化锡扩散速度很慢啊，所以呢，都会使用二氧化锡来当做隔绝层啊。你想要做很多制程差异化的时候，都使用二氧化锡来当做差异化的选择的那一层东西。所以这里就列出了一个 silicon 这个材料的特性表啊，细原子序是14，啊，原子量28，然后你会看到单晶系的间接长度是2.3 angstrom， 这是单晶系的间接长度，但是呢，它的哦，它的。纯的 silicon， 你看到电阻率非常的，这是单位，你看到这里是10^68 μΩ/cm， 如果把这个1、2、3、4、5、4都换成过去，其实是0.1 μΩ/cm， 0.1 μΩ/cm， 啊，电阻率不高也不低，所以叫半导体。重点是熔点 ，silicon 熔点1415/1414，啊。也就是代表说 silicon 这个物体这个块材你要把它溶解重新塑造要1400度以上的高温，那同时也要注意到现在溶解是1400度，你未来我们下礼拜讲加热制程的时候，我们要使用它生成氧化物的时候，就要注意到温度不要升到接近1400度，因为你的细晶会融化，所以大部分的制程温度，大约都会压在1100度以下。细晶圆本身，细这个材料本身1400度，1410度就会溶解。所以在半导体制程中的最高温，大约都会压在1100度以下。很少会超过1100度以下。所以细晶圆本身哦不会被溶掉。那细晶圆本身呢，它的溶解哦，有时候它会被一些酸碱石颗，比如说硝酸本身会氧化 silicon， 但是如果是硝酸跟 HF 两个配起来的混合，容易就会石颗 silicon， 它就会先借由硝酸氧化 silicon， 然后再借由氢氟酸石颗二氧化锡，所以它是氧化再石颗来石颗掉 silicon， 但是 KOH 氢氧化钾本身就会石颗锡，那接着其他东西，我们后面有制程会介绍到。先了解锡这个材料，这是细晶体当中最小的基本单元，叫做晶胞哦 ，primitive unit cell。这是整个细晶体切到最小不能够再切割，也就是在这么小的小晶胞，重复性的周期性排列就会成为我们的细晶。所以一个细晶体切到最小不能够再重复切的最小单元，就叫细晶胞，长这个样子，它是长这个样子，这是细晶胞的最小结构。再来，一个细的晶体最要切成晶圆的时候，我会切成片状。但是一个细的晶体在切成片状的时候呢，你不同的角度去切它，切出来的面它的电特性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如果今天细晶体是一个这样的大方块，就像一条长吐司，你可以横着这样子切，也可以斜着这样子切，也可以反向这样子横向切上去。
一个晶体你可以有很多个角度去切成片状，看你要怎么切，但是不同的方向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呢？我这样子切，你会看到说这个平面原子晶格跟晶格之间的距离，晶格之间的距离，这假设这是一，这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我这样子斜切上去呢，你会看到一点跟点之间，原子跟原子，晶格跟晶格点之间的距离跟这样的距离不一样。这样子切下去呢，比如说这个，这是长宽高都是，假设长宽高都是一好，都是一个单位，长宽高都是一个单位，所以这样切出来，原子跟原子之间的距离都是一，都是。可是如果我切出来的面是这样子斜切上去的面，原子跟原子之间的距离就变成根号二，就变成根号二的单位，就比较远，原子跟原子之间的间距会变得比较远，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然这样子切出来的这个面的原子密度跟这样子切出来的原子密度不一样。那通常这个面的命名呢，通常是指你这一刀切下去之后，这一刀在三个 XYZ 的截距导数，三个轴，你这一刀切下去，这一刀在三个轴距的截距导数值。比如说我这样子一切，切到 X 轴的位置，假设是 A， 可是呢，这个面跟 Y 轴跟 Z 轴平行，平行就代表它的交界点在无限远的地方，平行就是无限远的交界，所以它的导数就变成 A 分之一零零。那通常会取最小整数倍，所以通分之后就变成一零零，所以这个面就叫做一零零的面。那如果是这一个面呢，这样子切上去，它在 S Y Z 都是切在 A A A 的位置，那它这个面的命名就是 A 分之一 A 分之一 A 分之一，啊，最小整数倍全部通分后就变成一一一的面，这就变成一个一一一的面，这就成为一个一。所以不同的横截面，不同的横截面原子之间的间距是不一样的，原子之间的间距是不同的。而不同的截面呢，原子间距不同，所以再来就是上面的原子密度也会不同，也会不同。那一零零跟一一的差别是什么呢？一零零的原子密度比较低，跟一一相比，一一的原子密度比较高。这原子密度呢，你不能单看刚刚这个。刚刚的这个呢，是每一个角落都是晶格点，可是你必须要在晶格点放上它的单位晶包，必须要把这个晶包每一个点要把这一颗这一组放进去，放进去又再切，你就会发现到原子密度很不一样。看一下这里，这里没有秀。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单元，把刚刚的晶格点再把晶包放进去之后，这是一个一小块的细晶体。这一小块细晶体你会看到切一零零的面，切一零零的面，这个面你会看到有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五颗晶在这里。可是如果你是斜切一一零的面，哇，一零零面就会有一颗、两颗、三颗、颗一零的面，还会有一个五颗，然后里面还会有六，不一样。它比较复杂，它的立体结构不容易想象。各位有空的话，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固态物理的书，或者是自己去文具行买那个拿个牙签跟那个保利绒球自己搓一搓，根据这样形状搓一搓，然后再去看它的结构面。
它因为这，因为我们这堂课不是固态物理的课，哦，所以这地方只要讲结论告诉各位就好。是什么呢？大家就知道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一个完美的线晶体，你切不同的面，每个面的特性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面原子密度不同，然后原子的间距也不同。而在半导体世界，在我们细晶圆的世界里面，最常看到的面有三种：100、110、111跟111，大概可以分这三种。哦，100的面、111的面跟111的面。而在机体电路制造技术当中，主要都是使用100的面，它的原子密度是最少的，原子密度最高的是111的面，111的面是密度最高的。而原子密度越高，它们的边间距比较近，然后它们间接比较强，所以呢，它通常比较耐压，所以通常会使用高功率操作。所以111通常会拿这个用来做高功率。如果不是为了高功率使用，不是为了耐压的话，通常会使用100。为什么呢？因为未来我们之后会讲，我们要制作 MOSFET 的时候，我们需要热氧化，在细的表面呢，氧化出一层二氧化锌薄膜。可是，在氧化的过程中，要知道二氧化系的原子间距比较大，细跟细之间的间距比较小。那换言之，二氧化系跟细中间呢，这个界面处就会存在许多断键，因为原子的间距彼此不匹配，原子之间的间距彼此不匹配，叫做 lattice mismatch。二氧化系的原子间距比较大，但是纯系的原子间距比较小，所以当出现两个材料接面处异质接面的地方，不同材料中间的接面是对异质接面，所以异质接面的地方就会产生很多的缺陷，就是没有办法完形成完美间接的地方，所以与原子密度越大，缺陷就会越多，那就会不利于我们之后做MOSFET 的电德性，所以一般而言，在制作 MOSFET 都选用的是100的面，而不会选用111的面，因为111的面原子密度高，氧化后，如果今天是制作 MOSFET， 在制作 MOSFET 氧化完之后呢，氧化物跟 silicon 的接面处的断键会比较多，好，再来讲说，刚刚讲过。半导体希望制作在单晶的晶体上，也就是原子会周期性规律的排好。那只要你没有周期性有规律的排好，我们就称之为缺陷。所以缺陷呢，最主要的缺陷，我们可以分为两种缺陷。最简单的缺陷就是什么呢？该有原子的地方，该有细原子出现的地方，但那个地方没有细原子。该出现而未出现的这个缺陷呢，称之为 vacancy， 空洞。vacancy， 空洞。而空洞也可以称之为肖特基缺陷。但我们用名词就知道 ，vacancy 就是一种缺陷，就是晶格内少了一个原子，该有位置的地方，该有细原子的地方没有细原子，这就是一个缺陷。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间隙缺陷。间隙缺陷称之为 interstitial， 间隙缺陷就是什么呢？原子跟原子之间中间会有空隙，它是原子不该出现的位置，可是却出现了原子，这个就称之为间隙缺陷。举例来说，这些原子周期性排列的很好，这里应该有原子的，可是你在制造过程中这里却出现了空洞，没有原子，这就是 vacancy。再来。原子跟原子之间是有空隙的，是有间隙的。这个间隙不应该有原子出现，但却出现了一个原子，那这个原子就称之为 interstitial， 就变成间隙缺陷，间隙缺陷。
所以这种都称之为点缺陷，单点的缺陷。所以单点缺陷呢，一种就是空洞，一种就是间隙缺陷。空洞指的是该出现而未出现，而间隙缺陷指的是不该出现但却有缺陷。而如果一个局部的地方这两个同时出现，既有空洞又出现间隙缺陷，就称之为 Frankel effect。就像这个样子，周期性排列，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这就是叫做间隙缺陷，这个原子叫做间隙原子，而该出现却没出现的，就叫做空洞，或者肖特基缺陷。然后呢，同时出现的空洞，就是该出现而没出现，不该出现却出现，就是称之为 Frankel defect 啊。凡特尔缺陷，这些点缺陷，所以大家知道点缺陷分两种，一种叫 vacancy， 一个叫 interstitial， 那也有可能两者同时出现，叫 Frankel defect。再来，刚刚讲这些都是原子自己本身。那如果今天呢有一个不同于你快材的，比如说细晶体，细晶体里面出现一个非细的原子。出现这块材以外的元素，这种我们称之为杂质 impurity。它不属于你这个晶体本身元素的材料，我们就称之为 impurity。那这个 impurity 元素进到了你这晶体里面，它存在的位置也可能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在晶格点位置上取代了你原来的细晶体，这个呢就称之为 substitutional， 替代缺陷。Impurity in substitutional， 它替代了原本系的位置。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我不在你晶格点位置，我随随便便我在非晶格点的位置进去，这就称之为那个 interstitial， 只是它不是系的 interstitial， 它是 impurity interstitial， 这样子。所以这地方我们要知道，缺陷。点缺陷 ，point defect， 可以分为什么呢？可以分为 vacancy 跟 interstitial， 跟 interstitial。然后呢，如果是 impurity 的话 ，impurity 它的位置也可能是在什么呢？可能是在你的。substitutional， 它可能是取代了你原本的细晶格，或者就还是一样，它是间隙中 interstitial， 这个样子。所以杂质可能是间隙原子，也可能是替代位置，它可能是替代位置，称作 substitutional， 它可能在间隙处，也叫做 interstitial。这些是缺陷介绍。然后呢，还有一种缺陷是什么呢？错排、插排。比如说，它应该完整的排列在一起，就刚好在制造过程中整个错排了一个，整个错排了，这也是一种缺陷。代表什么呢？这里有一排全部空掉了，这里有一排全部空掉了。完美的晶体应该是什么呢？任何一个晶格点，它往四周看，环境要一模一样才叫完美。就是从一个晶格点走到另一个晶格点，它看四周，每个晶格点看四周的环境都一模一样，才叫完美。所以像这里缺了，这里缺了，这两个之间插排，或者是什么呢？直接有连续这么多颗的细原子整个不见了，没有排好，就是有很多的点缺陷。累积在一起就变成 line defect， point defect 连在一起变成 line defect， 就变成一堆的 vacancy， 刚好这些 vacancy 全部连在一起，拿掉了，中间就出现一坨不完美的地方，就出现一堆不完美的地方，甚至你也可以讲，该有的地方没有叫 vacancy， 一堆的 vacancy 形成了一条，线空缺 line vacancy。那这个原子跟这个原子之间会不会间接在一起？还是有机会间接在一起，但是呢，原子跟原子之间的距离跟下面完美的距离不一样，
这个也叫缺陷，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断见才叫缺陷，我还是跟你有见解，但是我的见解的长度跟完美的长度是不一样的时候，这也可以是一种缺陷，这叫做 strength defect， 好 ，strength defect， 因为它有经过挤压或拉伸，所以原子跟原子之间像这个也算是 defect， 好，像这个都是 defect， 有没有？它虽然跟它有间接，但是这个间接的位置跟间接的角度、长度、角度不同、长度不同，都算缺陷。说穿了，只要你长得不正，就叫歪。不正就叫歪，就叫缺陷。只有完美才能称之为完美，只要不完美都可以叫缺陷。哪怕少了，哪怕多了，哪怕歪了，哪怕近了，哪怕远了，都是缺陷。不完美就是缺陷，就这样。在我们半导体制程的世界里面，完美是很严格的。完美是很严格的，所以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些不完美。所以一个矽晶圆是不是完美的？矽晶圆绝对不完美，因为它表面矽原子就断了嘛，在最表面的地方它就没有在周期性排列上去了嘛，所以矽晶圆表面就是最多不完美的地方。那矽晶圆的内部会 完美呢？也不容易完美，因为矽原子密度非常的大，矽原子密度非常高。每单位立方公分有5×10²²的矽原子，也就是说你要这么多矽原子完全不走中不歪掉很困难，那就取决于什么呢？晶圆制造的能力，晶圆制造越强的厂商，它就有机会做出越完美的晶体，所以晶体本身就影响到元件特性很多了。所以因为半导体元件是制作在晶圆表面，所以我们希望晶圆表面的缺陷或者差含密度要非常的低，表面缺陷要很低才行。一旦你有许多的 dangling bump 悬浮件，也就是没有间接的矽原子，没有间接的矽原子就是矽的悬浮件，它就束缚杂质的原子，因为它就想去抓东西，它想去跟别人有电子的地方间接。因为它只有单一的电子，我们矽跟矽之间呢，要形成公价键，是矽原子跟矽原子之间各出一个电子形成公价键。而今天如果有个矽原子，它没有形成公价键，它只有单键、单电键，那它的活性就会比较强，它就很想要去勾三搭四，很想要找别的原子来跟它形成间接，所以它就去捕捉其他的杂质跟它形成间接，就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晶圆，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元件通常是在做在晶圆的其中一个表面，但我知道一个晶圆片有两面嘛，有上表面跟下表面，通常只会用在其中一面，而另外一面呢，在早期，现在没有这样做，在早期晶圆的背面，因为它不会制作元件，通常会故意制造一些缺陷，为什么呢？要捕捉晶圆内部如果有污染粒子的话，就利用这些缺陷去把那些污染粒子抓过来，抓到晶背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做，现在都是双面抛光的晶圆，就是正面跟背面都是很平滑的表面。那这个矽的生产技术该怎么来呢？首先你要先得到纯度98%到99%的多晶系材料，那多晶系材料怎么来呢？通常就是找石英砂，因为矽这个元素在空气中很容易被氧化，所以通常找到的一堆矽材料呢，通常是已经被氧化过的材料，称之为石英砂。那石英砂没有关系，去加热放一些碳，这些碳呢会把里面的氧反应掉，那留下纯度比较高的矽，所有含氧的东西就会去跟碳反应，变成了冶金级的矽。那接着就要进一步的纯化，怎么纯化呢？气体最容易纯化，固体不容易纯化，就好像很多资源回收的，后来要从晶体提炼材料，最后都是最好把它溶解，然后再沉析分出来，用化学的方式来纯化东西是
最好的办法，因为它的选择性最高，选择比最高，物理性的选择比是最低的，因为物理性通常只看大小，不看化学作用的话，你通常很难分辨不同性质的元素，所以通常都会使用化学的纯化法。好，所以呢，你还得到高纯度的锡，可是这个锡的纯度可能还不够高，要怎样拿纯化呢？我加入氯化锌盐酸。氯化锌跟锡在300度C加热的时候，会让锡跟氯化锌呢变成三氯烯烷，这是气体，就是气体跟氢气，所以就会得到三氯烯烷跟氢气啊，那它就变成气化，所以收集到的气体要么就是三氯烯烷，要么氢气，剩下就是一堆不会跟氯化锌反应的渣渣，就不会被气化。那接着呢，我们再把三氯烯烷拿出来，再升高到1100度C，刚刚是300度C，300度C提炼出来的气体，将这个气体慢慢导出来，再导入到更高的阶段，三氯烯烷跟氢气在1100度C的时候呢，氢气跟 HCl 又重新还原成氯化锌，然后这时候就会解析出固态的锡出来。这时候就到一个非常高纯度的锡，这个纯度有多高？你会看到锡跟氯化锌产生三氯烯烷 ，SiHCl 属于三氯烯烷，三氯烯烷又叫 TCS。TCS 呢，弄出来之后呢，再经过更高的温度纯化，纯化出来的 TCS 呢，浓度要这么高，几个九？9个9，超强，比黄金还要纯，没有东西比锡可能纯化还更要求。在半导体世界所使用的任何材料、任何气体的纯度要很纯，黄金在我的眼中根本就是一个杂质物而已，当然能够换钱，为什么这个纯度要很高？举个例子，各位知道，什么叫做纯度？为什么呢？我们就讲基本的给各位。锡的原子密度是5×10²，每单位体积里面有这么多的数量。而我们一般半导体的掺杂，掺杂浓度大约是多少呢？我们一般半导体的掺杂大约是10×15的掺杂物。也就是说，10×15已经是一个很可观的掺杂。等这10×15相较于它来讲，你才污染了它多少？一比较起来就知道了。10×15的掺杂物，相较于原本10×22比较起来，是多少倍而已？10^10，代表这个掺杂物是0.12345678，你会觉得还是很纯啊？我没有，这个已经是足以大幅度的影响电特性的掺杂喽。这个电特性半导体的导电力从非常不导电变到还蛮导电喽，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掺杂。你们可能感觉不出来，10×15好像很多，可是你知道？同样体积的锡原子有这么多，你其实只影响到了个十百千万分之二，每1000万个锡原子里面，你只变动其中2颗锡原子变成掺杂物而已，它对电特性就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影响了，你就知道我们要多纯，要很纯，真的。要够纯才行，所以不够纯，人家就不会用，你的电特性就很糟糕，因为每一个掺杂物对半导体而言都会释放出一个载子，可能是电子，可能是电动，它就会大幅影响电特性。完全没有掺杂的半导体，称之为本质半导体。本质半导体对 silicon 而言呢，它的自由载子浓度是多少？
好，如果学过半导体，就知道 intrinsic concentration 是多少？ silicon 的 intrinsic concentration 大约是 1.5×10^14。大约是1.5×10^14，换言之，你的污染物只要高达10^14，就已经对我的电热性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了。好，而10^14是多少倍？哇，不得了！10^14×5×10^22，哦，不得了了，2×10^53，哇，这个硫化的多了，有没有？你就知道要多蠢，但是没有关系，就算你没有办法做那么蠢也没有关系。我们还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细晶圆，假设是细晶圆，我们前面讲过，你的任何一点点掺杂物杂质都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电热性，我需要很蠢，但是我们要另外概念，我要让整块很纯不容易。可是你要晓得，我们半导体元件是坐在哪里？我们半导体元件是坐在细晶圆的表面的地方，表面的地方。而表面会用到多少厚度来制作半导体制作 MOSFET 呢？请问这个深度高达多少？不到一个 micrometer。大幅的排名，整个晶圆是数百排名的厚度，数百的微米，越厚的越大片就要越厚，就像披萨一样。哦，你多做薄小可以，如果很大片又很薄，是就很容易破，很容易断裂。所以你面积越大了，为了要加强你的机械引力、机械性质，要能够撑得住嘛，就会越厚。所以晶圆做越大片的就会越厚，所以一般呢，这个大概是800多、900多的micrometer的厚度，这个大约是8寸的晶圆左右，12寸就再更厚一点。可是其中我们只用到其中1 micrometer 不到的厚度，1%不到的厚度用来制作电解液，下面的基本上都没在用。所以我们最 care 的就是表面这1 micrometer 厚度。要够纯，要够纯。好，所以我们回到细的纯化，要用气体纯化。所以呢，记得我们要先制造出行砂，所以我们要先找什么呢？含碳的细土。你的来源可能是细土，可能是行砂，就是细的氧化物或细的碳化物，不管，全部拿做会，然后呢加碳下去。就会产生锡跟碳氧化物，只要加碳下去，有氧的部分，有碳的部分呢，碳跟氧就会综合的混合在变成了碳的氧化物，及吸出 silicon 出来，然后呢，再加 silicon 去跟 HCl 的液体，HCl 的气体，气体跟 silicon 再做反应，变成气化的 TCS， 三氯气烷纯化它。然后呢，再把三氯气烷呢，在1100度C的时候呢，高温的去跟氢气做反应，就可以吸出高纯度的固态的气，然后气态的氯化氢出来，这样子，就这样子，这样就可以得到半导纯的半导体等级的气出来了。所以就看到固体都弄到那么纯了，那更不要讲整个半导体的制造过程中。所用到的溶液、溶剂，还有化学剂，它的纯度也要求很高。所以前阵子有没有日韩贸易大战，就在讲，说我可能不出口 BOE 氢氟酸，为什么呢？难道韩国没有氢氟酸吗？有啊，但纯度不够的话，要高纯度的氢氟酸，日本可以做出来，那韩国自己生产的纯度可能没那么高。这就是前阵子的新闻，就告诉你，在半导体世界来讲，我用的任何东西的纯度都很高，纯度都很高。对，高纯度的锡，或称之为电子级的锡，或叫做 EGS，
那这个细呢，它只是细的小颗粒而已。我们刚才讲过，细菌也是一个完美的单晶的细晶体。你现在只是吸出了很高纯度的细，代表什么呢？你得到的是细，但还没有变成一个完美的晶体。所以我们得到了细的原材料之后，我们需要想办法把它加工成单晶细。怎样把它加工成单晶细呢？我们现在是拥有高纯度的细，我们要加工成单晶细。怎么做呢？基本上有两种方法，最常用的就是吸力法，查克洛斯基方法，我们简称吸力法，因为它的英文前两字就是吸力。另外一个叫做佛林咒悬浮区法，这个已经没有在用，这个没有办法用在大尺寸的晶圆，这个只能用在六寸以下。超过六寸、八寸、十二寸，只能用 CZ 法，只能用 CZ 法，CZ 法可以做到大到200mm的，大到200mm的。好，这个 mm 的指的都是直径，所以我们现在教导各位几个尺寸的观念。什么尺寸的观念呢？现在各位在学校、在实验室看到的晶圆，最常看到的可能是四寸。但如果各位做比较昂贵的材料，可能就是两寸。四寸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数字乘以25mm 就是你的直径。所以四寸的直径是100mm。六寸的直径，六寸晶圆的直径就是150mm。那八寸呢？200mm。十二寸呢？十二寸就是300mm，这指的是整个晶圆的直径。所以十二寸晶圆的直径就是一支300mm 三十公分的尺的直径不到。十二寸晶圆，四寸、六寸、八寸、十二寸，就跟披萨大小一样，十二寸披萨，六寸披萨，八寸，那叫什么？那个做炸鸡比做披萨还要好吃的，拿玻璃披萨就是比较小一点，拿玻璃披萨都叫做小的六寸的，那有些比较昂贵的晶圆，像germanium或者355，通常四寸就买不起了，太贵了，就买两寸，两寸就只有一半了，50mm的，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要知道，所以你要做到大于200，也就是在八寸以上只能用。佛林咒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地方通常在修。这就是细晶圆的裸片，所谓的裸片就是什么，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细晶圆的裸片。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人的手这样子拿，代表什么？就是一个手掌大，一个手掌大是四寸，四寸大约就是一个手掌大，一个手掌大的晶圆就是四寸。那已经有图案，代表上面做过东西了，这就是细晶圆。我记得我来修个十二寸。我记得我直接找到一张美女图，好，没关系，就像这样子，这是一个人，很明显，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八寸的细晶圆。这是一个十二寸的细晶圆，大片，有没有？大枚的披萨，这么一大片，那就要想到，通常一盒，数量一盒25片，一盒25片，就像两打，一打是12片，我们一般讲规格一盒就是25片，
而25寸的这个哦，很重很重。在早期8寸以前，8寸6寸哦，晶圆要从一个机台到另外机台，通常都是用人力哦，直接整个拿过去，整个拿过去。可晶圆大到很重的时候，就会使用我们的自动机台，直接整个哦用空中云霄飞车，直接将整个晶圆载到天空去，然后在屋顶上有很多加很多轨道，然后晶圆就在那边滑下去，飞来飞去，哦，就开始乘坐云霄飞车。好，所以呢，要想制作出单晶的矽，我们就将矽高纯度的矽原材料丢到干锅里面，哦，丢到石英干锅里面，加热超过1414°C，将这些矽溶解变成一体，就像岩浆一样，有没有？岩浆一降温就变成石头或者是土壤，对吧？把它变成熔融状态，我们来讲叫熔融它，就是固体溶解后变成熔融状态。所以将矽熔融状态后，它就变成任意形状，它也没有任意组的，好，就把它溶解，好，旁边会有加热线圈，就是线圈导电，电流通过就会发热，加热线圈，然后这里有熔融矽，好，那熔融的矽呢，怎样开始让它规则排列呢？我们要知道这里都是熔融的矽。然后最表面的地方呢，温度比较低一点。这时候呢，就要拿一个晶种，种子的种，晶种，也就是你要先拿一个已经决定好这个晶圆表面方向的材料，它也是一个矽晶片，就是已经一个完美的晶种，哦 ，seed 晶种。它上面的形状就会决定了什么呢？它上面的原子排列就会决定了你制作出来的晶圆的原子排序。为什么呢？假设我的晶种是100的面，它矽跟矽之间排列的方式就是100好了。下面是熔融矽，熔融矽就是没有任何规则，就是矽原子就流来流去嘛。它将这个矽晶种呢去 touch 熔融的表面。啊，熔融的表面呢，因为它是熔融状，它温度高，温度高在物理的角度来讲，就是代表什么？原子的能量很高，它可以自由的移动。可是呢，它会往能量低的地方去移动。那什么是能量低的地方呢？表面的矽原子上面的晶种下来之后，跟熔融状态的矽接触在一起之后，矽原子就会朝下去跟它产生间接的位置停留，因为跟它产生间接，能量就会降低。就会降低它的位能，哦，所以呢，表面熔融的矽碰到了晶种之后呢，熔融矽的矽原子就倾向于跟你这个晶种表面的矽原子产生间接。那换言之，你的晶种表面是什么样的，下面跟你间接在一起就是什么样的。然后，所以呢，就等于是有点像接头，哦，把它接在一起，就是你，哎，你这些矽，我先找好一排班长。排列好了，我叫后面的人过来列队，那大家去，我前面就有一些排列给他了，班长排在前面不动了，那他们就会自动去找位置排好，排好之后呢，我就把它往上拉，一拉抬离开了干锅之后，它就会冷却，一冷却之后呢，排位置排好的矽原子就不会动，因为冷却了它就没有热能了，就不太会跑。就把它，所以我这样子慢慢拉抬，慢慢拉抬，慢慢的就会怎样呢？就会排列好的矽原子一个一个的接上来，一个一个接上来，这样子往上拉抬就会拉出一根柱子，金柱，对不对？就会拉出一根金柱，而这根金柱里面的原子排序会跟你这个晶种表面的原子排序是一样的排序。好，这只是单拉。可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过，我的 wafer 有4寸、6寸、8寸、12寸，怎么做？我一次就找一个8寸的晶圆去当晶种拉抬吗？也可以，但是一般会怎么做？因为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排序都要排得很好。你如果拿面积越大的晶种，
那中间出现缺陷的机会是不是就越多？就是好的精种就很难找了嘛。小面积的精种是比较好找，大面积的精种会不好找。那小面积的精种，我到在那边排好之后，我如果那变成大面积呢？大家知道，所有的液体都有所谓的粘滞系数，两点嘛，哦，勾勾哎，哦，粘滞系数导致什么呢？我在拉杆同时，我只要让这个精种旋转，我只要一旋转，就好像绕棉花糖一样，有没有？我的精种在拉杆中央一旋转，哦，靠近精种的地方连接好之后，越外侧的还没冷却，就会向外甩。向外甩之后呢，欸，你在拉杆的过程中，欸，你越转，欸，这个精柱就会越来越短片，而越外侧的它当然就跟你最旁边临近的临兵或者你的旁边的同学排排站，所以依照精种确定了最下面的排列顺序对了，你在旋转的时候呢，这个排列顺序就跟着一起旋转，那跟着一起旋转的时候，最外侧的还是会跟最旁边的紧接好在一起，所以就在转的时候就拉出了一个最大面的新的经验出来了，这新的经验就是你的一个新的精种一样继续往下进阶，然后就这样子拉，所以就知道这个旋转的速度就会影响到你拉出来的这个精柱的大小，哦，转越快了就越像，因为就甩的甩掉了它就来不及了，你越慢一点它就越跟得上，越外面就越跟得上，因为你的脚速度就会越慢，脚速度越慢，你的离心力才会比较少一点，所以你转得越慢，你拉出来的精柱就会越大根，转得越快就越小根，好，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这种法，这种叫做 CZ 法 ，CZ 提拉法，一根小的精柱放，一根小的精种放下去，接到面之后呢，开始旋转。旋转的速度取决于最后拉出来的单晶的这根晶面要多大，晶圆的尺寸要多大，哦，绕得越慢就会形成越粗的晶珠，然后这样子转旋转，一边旋转一边往上拉，让下面的熔融性继续往上去跟它做接触，继续跟它产生间接，然后最后拉抬出来后就会变成一整根的晶柱，柱子的柱就拉成这个样子，你看。一根小的晶种开始旋转向上拉，原本是小小细细的，拉抬之后呢，转转转转转，哦，小小的晶种转出这么大根的晶珠，然后再往上拉抬，哇，整个浴火重生，像看动画一样，哦，慢慢的就慢慢出来，出来之后你看很热很烫，一冷却之后，噔就变成这根了，这根就叫做晶珠一杠。音大，所以我们就拉出了晶柱，简称音大，啊 ，ING 音大，就得到了一根晶柱。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讲到了晶柱，接着我们再看晶柱，然后继续后续的处理。